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克，欢迎收看旭哥抽转蛋啊。那最近就是有限定的四合一啊，五合一转蛋，那想说来抽看，因为绿鼠的嘛，这五只我刚好都没有。那先抽每日抽，哦，铁瓶。那因为刚好这五只我都没有嘛，还有这个鸣人，那这个是二合一的。然后还有这个是海贼王的鹰眼，然后这是那个火影忍者的角色，最主要是这一只啊，这一只界王拳悟空呢，它可以在绿队还蛮好用的，还有 buff 那个绿属性的攻击力27%，而且有三回合，这只还蛮推的嘛。四五，总共有四只啊，对，所以我没说错，四只，然后。因为这个是二合一的嘛，好，我就来先抽抽看了，先抽一个一抽看看，一抽抽到后面也不用抽了，五条柚子，好吧，开始咯，看多少抽会抽到，哎呀，第一个十抽，好。都是杂鱼。第二个十抽，它是保底，是在第七个十抽的时候一定会中，就是会送到你信箱这样。不过我也蛮常在保底的，所以哦，第二个十抽有出现哦，彩虹，哦，有一只，会不会中那个限定角呢？哇！是那个黄赖凉菜，这个是黑子篮球的角色，这个而且我还已经有了，好，没关系。第三个是必中一只五星，所以也 OK。他是在第三、第五抽会必中五星这样，然后第七抽就是保底，一定会送那四个其中一个给你。第一个就五星，哦，这是新角哎。这个角色虽然是很久以前就有，但是他好像有上调过。登录一下，他现在的那个基础攻击是294。高岭龙耳他有上调过，我确定应该好几次吧。他有 buff 过，所以他现在能力也不错强。好，那这个是第四个十抽，来看一下咯。啊，第四个十抽没有，都是杂鱼。好，十个杂，第五个十抽也是会中一个五星，但是他没有说一定会中限定，就是只是跟你说是五星而已，然后是一定会出一个五星的，我还出两个嘞，还不错哦，哦红胶洞哎，这我没有哎，哎不错哎，我的英雄学院又凑了一只。哦，这个也是新角哎，哦，中两只新角，爽哦，爽爽爽！轰胶洞是我蛮喜欢的角色，可以，啊，这个也是新角，好，中两个新角，爽！啊，第六个十抽，虽然说没有前面没有中限定，不过没关系，也有两个新角也可以了。哦，又中五星哦，爽哦！来个限定吧，哦哦哦哦，不是限定，但是好像是新角，看一下，啊，名字都是片假名，这个应该是那个什么黑色什么什么的那个动漫的，它是火山组合的。也不错啦，他的那个倍率蛮高的，而且又带火伤，这只还不错，也是新角，不错。那最后一抽一定会中那个这四只其中之一，就是刚刚那个前面那个四个限定，好吧？你看彩虹必出嘛，爽哦，来吧！你要就一次给我中四只啊，
好，第一个啊，开奖了，是鹰眼。鹰眼也可以啊，反正那四只我没有，但是其实我最想要的是悟空啊。好了，鹰眼 OK。鹰眼的倍率也不差，而且它是有 buff 自身的那个伤害。然后他的必杀的那个生成，在二到四回合还有那个减三这样，然后还有攻击力 up， 他也是纪念限定角。好，这是我第五只纪念限定角鹰眼，其实还蛮帅的啦，他那个招式很帅，他的大剑也很帅。好，那就给大家看一下这次抽到什么了。这一次抽到的是，我先在这边，高岭龙儿，这个倍率也还不错。然后这个是片甲明哥，好，火鼠的，我抽两个火鼠。然后这个是那个鹰眼限定角，爽。然后这个是通蛟洞。然后这个是金肉人的角色，所以有一二三四五，还有六黄赖两太，不错啊。这个七个石抽中六只五星，再加上有一二三四个星角，然后一个鹰眼，五个星角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录到这边，抽到鹰眼。那记得订阅旭哥的频道，看旭哥抽软蛋。那我们下次见。